那男孩你觉得他们还很标准的，喊我再帮下子。那你咋说？哎，下月饼，月饼来了。对了，那你还不帮帮忙？你不帮了哈？他就喊我女下帮下子，我帮在这哈。你家姐肯定长得高，瘦鸡瘦鸡的，还喜欢打篮球啊。喜欢打篮球，我觉得连篮球好像有一定性这个人样的了。不可能呀、啊，一般女孩子长到16岁左右啊。我觉得她一定是好像有一定性那样的。长。底线那就可以了。底线也可以啊，才刚刚1米多。明星了不长了，但是今晚是比较怀疑长的。他跳得跑得就不容易怀疑长。其实他有些时候跳得跑得还有时候懒得硬的。这边就有点那个了，就有点砍起了。找明星去。哦，我不知道他的。出去找牛了家。他可以有点儿。你两年的就不出去了，年年就放假了的。啊。